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这个天地有四过之神，依照人所犯的轻重，亦多人算。下面给我们说了六桩事，也就是六句，每一句是一桩事情。算减则平耗，多逢有患，这两桩事情介绍够了。今天我们看第三桩事情，人界物质，物的就是厌恶。换一句话说，造物的人，善人君子一定会远离他，不会亲近他。道家，这道教的御书经里头有几句话说，他说：“假如一个人不能够修善业，必定有这些鬼神来捉弄他，使他神魂颠倒，神志不清。”无论他有多么高的地位，有多么大的财富，以冷眼观察呢，他就不是个正常人。在古代，末代的帝王、亡国之君，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那么这种情形，心术不善，行为不良，善神即心离开他去了，恶鬼恶神呢，常常找上门来，所以他的行为会被世间人厌弃。这些都是事实啊，决定不能把它看作迷信。今天这个世界，科学技术虽然相当发达，但是对于天地鬼神这一些事理，依旧非常模糊。势必还要带科技再向上提升，才发现这个事实状况，就会改变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的行为。科技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之前，我们相信圣言量，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不会欺骗我们的。他教化众生，有的是智慧，有的是善巧方便，为什么要欺骗众生？一切众生如果发现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里面有一句是假话骗人的，那他49年所说的，我们可以一笔勾销，完全不相信他。世界古时候贤人君子
尚且能守住一生不忘人。何况佛菩萨大圣大贤，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了啊！能够相信圣贤人的话，这是我们的福报啊！能够依教奉行，我们决定得大善大利。从这些道理，古德教导我们，他说我们有遇到人家对我们怀恨欺负我们，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怎么办？明理的人知道忍让，我们以善心对待他，天神必定保佑我们。这个道理很深的，不了解这个道理，不肯做，他要反抗，要反击。我们世间人常讲世间人同情弱者，低姿势的人总是容易获得大众的同情，天道也如是啊！存心善良的人，不与人计较的人，纵然受欺负、受侮辱、受迫害，也都能忍受，还是以一颗善良的心对待人，那我们被人害死了呢？害死是福气呀，害死升天了，不在人间再受罪了，死的时候天神来接引了，那有什么不好吗？可是欺负人的人、害人的人，天也会惩罚他。古人常讲天心人数啊，这讲天神啊，一般宗教里面讲上帝啊，这一些天道的善神他都有爱心，绝对不会惩罚悔过的人。一个人做错事情，要知道悔改，悔改就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念，得到天地鬼神的饶恕，他不再找你麻烦了。所以过去做错了没有关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是过而能改，善莫大也。事法佛法论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改过嘛。我们每天反省检点，知过必改，知道过时。我常说啊，说了很多年了，知道过时就是开悟，把过时改过来就叫做修行了。要认真去做，要默默去做，你才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而后才真正能如过去张家大师教导我的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感应道交你就正式。无论是我们有天赋生而知之，我们愚痴努力求学才知之，成就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应当要发奋，要努力。作恶的人，世间人常讲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对他何必多计较呢？所以这一念慈悲心，一念爱心，不但要永远保持，要叫它增长啊！佛法里面基本的教义，教导我们要断贪嗔痴。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傲慢与生俱来的大烦恼啊！前面跟诸位讲过，无痴我慢我贪我爱，贪嗔痴慢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不断，决定出不了三界；如果不断，念佛往生也受到严重的障碍。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警惕的。人在世间，短短数十寒暑，为什么不做一个好人？这些年我们提倡四好运动，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你一定得福报，吉凶祸福是我们自己造作的报应，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决定是自足自受。作恶则有灾有殃有祸害，作福一定有吉有善有利。事出世间圣人给我们分析的太多了，不要看到别人作恶好像他得福吗？他日子过得很好吗？要知道那是过去生中赔的福报大了，作恶必定折损他的福寿，虽然折损了，他还有余福，所以他还在享福啊。他如果不造恶，他的福更大了，他的寿命更长啊。我们没有天眼，没有续命，不知道他过去。行善的人现在生活很贫困，好像没有得到好的果报，这什么原因？
过去世造的恶太多，这一生他受苦报，因为他行善，他的苦报已经改善了一些了。这种加减乘除，我们肉眼凡夫没有见到。可是你要细心去思维，仔细去观察，也能看得出来。下一句讲行祸随之，前面人皆恶之，这个报比较轻一点，到行祸随之，这个报就重了。行是刑法，你触发了国家的法律，国家有刑法来制裁你。祸是大灾大凶啊，随时不离开你啊。太虚真人告诉人说，别人要以不善的心行来对我，给我一些灾难痛苦，我要承受，而且呢，我以善心，以善行对他，福德之气横生于我，这个是自己修福培福最好的机缘。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是一个缘分，缘分有善缘有恶缘。早年我在香港光明讲堂讲经，我在那边住过两个月。这个讲堂是寿野老和尚建的，老和尚现在应该有90岁了，还住在纽约。讲堂上一副对联我记得很清楚，上联讲的是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写的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副对联呢，把人生究竟是什么回事情啊，通通写清楚了。人与人之间就是四个字，恩怨讨债还债。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无论跟什么人相处，我们很清楚很明了，就是这么个关系。如果有恩，希望这个恩呢再加厚；如果有怨呢，怨要化解。这是智慧，这是真正的受用啊！我们欠人家的债，欢欢喜喜还人家；别人欠我们的，一笔勾销，不要了。你说多省事？常常存这个心，就是好心呐。常常行这些事，
就是好事啊。那么由此可知，善福自己修，自己得受用啊，祸福自己造的，自己不肯接受这个道理，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人有恩于我，看他的小小不如意，就忘恩负义了。人有怨对我，念念在怀，总想报复，欠人家的债不还，人家欠我的详尽方法就逼债，这是造罪业，这个罪业必定在三途。你跟这些冤家债主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是愚痴，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可怜悯者。我们学佛学到哪里去了？连这些道理事实真相都不了解，我们如何是自求多福？福报不是佛菩萨给我们的，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也不是天地鬼神给我们的，自己求的。种善因一定得善果，你造不善因必定有不善的果报。这是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做人，怎样处事待人讲。华严经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无住卧室啊，现在可以说是住卧到极处。住就是污染，不但现在地球有严重的污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许许多人在这里研究讨论怎么样防止污染，改善生活环境，他们想的没错，可是这桩事情能不能做得圆满呢？肯定不能。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说它不能呢？因为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依报随着正报转了。正报是人心。那从正报的污染呢，现在很少人提到啊。我们今天思想被污染，见解被污染了，这是一切污染的根本啊，迷惑颠倒啊。我们的精神被污染了，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阶段了，还没有被人普遍发现，还没有被社会重视，这很不幸。佛陀的教诲，圣贤人的教导，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教我们修清净心。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我们生活环境就清净。许许多多同修见到我，都很羡慕我很健康，
好像看不出衰老，啊，问我什么原因？没有原因，我生活跟大家一样啊，过得非常简单。但是我懂得一个道理，心清净，身就清净。啊，如何修清净心呢？读经、念佛、讲经。啊，诸位要晓得，读经、念佛、讲经是清净佛菩萨，天天清净佛菩萨，一天不读经，一天不念佛，一天不讲经，跟佛菩萨就远离了，佛像供在面前没有用啊。我们要跟佛菩萨心心相印，精神集合在一起，才得诸佛护念。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自然就放下了嘛。问题是，你每一天跟谁做朋友嘛？跟哪些人在一块嘛？我大部分的时间跟佛菩萨在一起。啊，你们同学晓得，从前馆长在世的时候，我感他的恩，我还要用一部分时间去陪他。他欢喜到哪里去，我一定要陪他去玩。陪他去玩，我用功还是没有间断的。我念佛了，我身上还带着经本呢。啊，许多常常跟我在一起的同学们都知道啊。现在馆长往生，我全部的精神都在读经，因为我还要讲经啊。讲的虽然很熟了，还是要读。不读怎么能够深入？啊，经义永无止境，深广无尽。古人讲百读不厌，那讲世间典籍，佛经从初发心到如来古地，都念不厌，都念不倦。一边有一边的悟处，一边有一边的受用，超凡入圣，这是一个法门啊，一个方法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世间什么人最有福呢？天天读经的人有福，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过日子的人，这个人有福报啊。佛菩萨对人平等啊，我们为什么不亲近？佛菩萨从来不拒绝一个人，纵然是造作忤逆十恶的人，佛菩萨也不会怪他。只要他肯亲近佛菩萨，回头是岸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晓得事实真相，就应当发奋，应当赶快回头。跟佛菩萨为侣，加入佛菩萨的俱乐部，你说这个多自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